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不奇社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274集的节目。我应该有很多天呢没有给大家做节目分享了啊。那这款来自于 NA 的音波或声波的话呢，其实我入手已经好一段时间。那迟迟没有拍的原因呢有两个，第一呢是它的腿部的变形呢非常的有意思，我一直呢希望呢能够彻底的去理解它变形的一个思维想法，到后来的话呢，我真的觉得它是比美魔术方块等级的一个变形，非常棒的一个腿部的一个人还有收录音机之间的转换。第二呢，是因为它里头附带的磁带部分有三个，但是呢，出拿到的时候呢，我那个机械狗呢，就不知道掉到哪里去啊，因为它东西呢就很小，大概也就是一个指甲片大小啊。那这把玩的过程中呢，我到现在我还找不到我那条狗啊，大概是被我的良心吃了吧，这个就非常的可惜。那里头的内容物呢，就是打开之后是这样啊，磁带部的应该是有三个，但这个的话我就不知道，到现在我还没找到啊，就如果有找到就再说吧。那其他的就是一些小配件，小配件的话呢，有一把这个音波的武器，一把枪，还有这个它的一个肩炮。那这个肩炮呢，跟枪的话呢，本身呢都没有变形的机制了啊，就是因为很多的这个玩具枪可以这个缩进去，或者是把它拔掉，但是我们 NA 的这一款呢，就完全没有这方面的。然后这个肩炮的话呢，安插上去之后呢，感觉是稍微略长一点，我稍微去掰一下啊，看它能不能够缩短。那其实是应该是没有做不到的。其他的话呢，就是一个替换的手，还有这个是替换手，我们就不特别展示，待会各位从照片里头看就可以了啊，就是一个手指按按钮的那个。然后另外这个是轰隆隆的一个地撞啊，这个可以再稍微的拿出来一下。OK，小配件的话呢就是如此这一般。那我们就把这个盒子的忘了都先拿开。那我们就看一下它的一个玩具的这个本体说明书的话呢，解说还算可以。它的变形来讲呢，也应该是说腿部的话呢是需要稍微去理解一下。我们现在看一下啊，它本身的一个这个脚掌前面是金属部件，所以这个玩具本身重量挺沉的，放下去站立的稳定度呢可以说非常的高啊，远远胜过于 Mega 已经算站得不错了。然后一样是这个狂派啊，三大巨头之一的这个 Starscream，显然的话呢，站立性呢就没有像音波一样，这放上去的话呢就非常扎实，非常的稳。那它身上的一个金属的一个这个所谓的一个金属的这种感光泽感，我个人觉得是做得相当相当之可以的，人形也很饱满。认真来说，缺点可能人形的缺点可能就是这个地方一个球冠的这个一个拔的一个地方。当你替换手是要拔，那偏紧，而且这个拳头的话感觉比较小啊，拔这个拳头还算简单啊。如果你在拔这个手指的时候啊，你要注意一下啊，因为你扯的时候啊，虽然说它的这个球形关节的根部呢有做一个很好的一个强化，但是这个手指啊，这个手指这一段可是没有特别去强化的，你看也知道这么细的一个塑胶啊。那身上的这个按钮啊，从头到尾按一下啊，并不能够做任何的一个按钮的使用。我们先简单看一下这个可动啊，它头是可以完全向上看，非常好，这个头可以完全向上看。拍照的时候呢，可以由上往下俯拍，然后手臂的话呢，上方是一个球形关节，这也是确保它一个手臂平举非常好的一个平举。再来的话呢，它的一个额头肌可以转动，手肘的话呢弯超过于90度。然后呢，这个拳头的话呢，因为是一个可以拔叉的，所以它根部的话是一个球形关节，转动性当然也就非常优秀了。再来的话呢，它的一个腰身也可以转动，然后这个有一个往下面低头看的一个关节啊，非常好，非常的妙。然后腿前后踢、左右踢没有问题啊，幅度最大可以弯到这么多。然后这个膝盖的话呢是刚好90度，脚的话呢也有一个接地的一个关节。整体来说呢，你能够想象它能够动的地方，它差不多都能动。而在实际上把玩的时候呢，这两侧，我以我手上这一款的话呢，它的这一侧啊，这一侧这个地方，这个部件压过来的时候啊，压过来的时候是这样的，扣进去，它这里的话呢是有一点小倒钩的一个感觉，所以推过来的话呢，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一侧这样就算卡住了，但是另外一侧的话呢，我不知道各位会不会跟我一样，你平常这样按过来，你相同的力道去推呢，它是推不进去的。你要很用力去推，它才会咔的一声啊。两侧不知道为什么，不太一样啊。但是问题不大，反正它一定能扣紧。我只是单纯说一下我手上这一款的
一个比较不同的地方。那这个腿的话呢，是可以这样子稍微折一点再站过来。这个是很多这种日系机器人啊，超级系机器人的一个站姿。所以这一款声波的整体来讲的话，就是人形态，我几乎没有什么毛病可以挑，非常非常的好。那我们就看一下它的这个两个仅存的两个磁带部队啊，这个那个机械狗真的不知道去哪里了啊，是非常可惜啊。我们先看一下啊，这个磁带呢，跟它的一个人的话呢是可以放进去的，每一个磁带部队都可以放进去。但是放进去之后啊，因为它这个本身厚度还是比较扎实一点。OK，这样子放进去，而因为这个胸口是一个透光的啊，透明的，所以但看上去感觉真的是相当可以啊。那我们再把它的一个标志系的武器给拿上去。好，最后这个肩炮也给扣上，这个呢没有特殊的难度。肩炮扣上去之后呢，你明显可以看到，如果你从侧边看，如果你这个也未免太往前凸起了啊。这个在外观上是等于是说有一个死角，如果从侧边来拍呢，它就会有一个不是很好看的一个镜头。那平常拍的时候呢，怕去挡到脸，你可以把它往侧边推一下啊，利用一个有点像小错位的一个感觉。这样看起来有没有觉得这个机器人，对不对？就是方方正正的金属的质感啊什么的，看上去都非常非常非常不赖的一个，真的是很不错。拿在手上啊，它有一个沉甸甸的感觉，而且一体性的话还算很好。你这样甩这个地方又有个可动会动，但其他地方来看，它基本上的一个玩具的关节紧实度都是偏好的。这个按钮按了没用啊，刚刚提过了啊。那我们把这个磁带部队给打开，那把这个磁带拿出来的话就是小尴尬了啊，就必须要用手去抠一下。内部的话呢，也有一些简单的小细节。那我们来看一下啊，眼睛啊是一个血红色的一个金属涂装。那我们的话呢，来看一下这些小磁带部队的东西啊。好，那先来看一下激光鸟好了。激光鸟的话呢，这个变形非常简单啊，你就是很直觉，你就是看到什么地方能折你就折，整个的翻出来，再把这个两侧的话呢给推出去，推出去，从上方来看就会很清楚了，从这里。然后呢，把这块部件整个推下来。好，我们的一个这个激光鸟变形就算是完成喽。那么呢，这个上方你看眼珠子也是有黄色的涂装啊，小归小，但是真的是并不马虎的一个小玩具。然后呢，这里有两块小磁铁，这个磁铁的话呢，就是可以跟这个音波手上的这个部件去做一个磁铁。但是这个锡是没有问题啊，就是这样扣上去。嗯哼，这样子。哎，鸟还是不会掉啊，握得非常紧。那它的，不过这个你硬要挑刺的话呢，这个磁铁的位置其实不是很正确啊，应该这个手，它这个磁铁是在这儿，但其实正确的应该是要在侧边啦。但是这样子也绝对，我觉得也无所谓了，因为你可能侧边这里会妨碍到它的一个变形机构吧。但是我觉得有这个磁铁能够让激光鸟能够这样子平稳的握在手上，我觉得已经非常之 OK 了，非常非常非常不赖了。再来，我们就看一下这一款轰隆隆轰隆隆的变形呢，有一点意思，有一点意思。它这个头呢先推上来，然后呢，它的一个你注意看哦，如果你要从人变成卡带的时候啊，这个轰隆隆，它的手、身体是完全是标准的一个方法，就是平常这样，它的手的位置是这样的，然后它手的后方呢跟腿的后方呢是有结合的卡扣，结合的卡扣，那这个两侧推开，然后呢整个下半身往前面推出来，这边啊，其实你看了也就知道了啊。最主要就是这个手臂，两手臂是它的一个，两手臂的后面，这个洞啊，它是跟腿有一个结合的一个卡扣的，这样子，轰隆隆。那轰隆隆的可动也很不赖哦。首先的话，它这个头部，你看后面是个球形关节啊。那我们把这个炮往上推，好，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刚刚是露那个球形关节给各位看一下，这个头，所以它的头是可以左右转的，但是因为还是比较小啊，如果你手指比较粗大的话，可能转动上就是稍微要。熟悉一下，然后手臂、脚前后踢，然后呢，脚的话呢，没有接地关节，但是这个本身的话呢，已经有非常高的一个可动了，以及呢，它的一个打桩的那个东西啊，那打桩的东西呢，你必须先把它举成这样子，然后侧边一样是有个洞，那就是把左右手没有分啊都可以，但是呢，这个扣进去呢是有一定的难度的，因为第一。你没有什么地方好施力啊，除非你就是这样子硬把它给捏进去，但是到底洞有没有对到准，以及这个洞的大小到底合不合，这个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呢，就不知道他们的关系怎么样了。反正呢，我是觉得我手上这一款的话呢，
并不是非常的紧实啊，有时候你稍微去碰一下啊，它还是会掉下来的，还是会掉下来的。那它的这个打桩的部分呢，就是这样的。那因为我已经把这个地方给拉出来了，那你打桩的时候是这个前半部，身体的前半部就是要屈下来啊，这个就不用我说了吧，这个各位有对变形金刚都比我熟悉的啊，这样，哎，你看，碰一下就掉了啊，碰一下就掉了，这一点是比较不爽的，非常不爽。好，如此这般，我往前一点好了。嗯哼，OK，那机械狗呢？就我到现在还找不到那条狗啊，就跟各位说是 MC。那我们呢，现在呢来示范一下这一款声波的一个变形过程啊，非常非常精妙的一个变形，特别是在腿这个部分呢是可以大大的一个加许的，包括它的这个武器的话呢，也在变形过程中呢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首先的话呢，我习惯是把这个腿手啊，明明捏着手就讲腿啊，这口是心非的能力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这个拳头的话往后翻，再来的话把背后这个部件给打开，头部呢往后面放进来，这个都没有问题。这个地方呢，我们把这个两手臂呢往中间集中，注意它并不是直接往后，并不是直接往后面搓，它是一个双动关节的一个概念，是搓过来的啊。这一款玩具的手呢，跟应该说肩膀跟腿的一个变形呢，都有利用到双动关节，那这是一个非常在位置关系上的调整呢，是达到一个关键作用的啊。你看到这里有个洞。跟这个凸要扣进去啊，从这个地方记得要把它给放进去。那你这里要记得，就是说这一块部件呢，不可以先推到底再去推这个，因为你这一块部件先推到底的话呢，这个凸呢会没有办法塞到内部去啊。所以呢，我们是要先把两手臂呢推进来到位之后，这个地方稍微留一点空隙，然后呢对准这两侧的凸跟凹都压紧之后呢，这一块部件呢再往前推到底，这样子的话呢，这里的缝隙呢就会比较相对比较小一点点啊。然后相对比较小一点点，好，到这边，然后这个手的话是往上推到底，拳头的话呢就是转到一个这个方向，相对来讲是比较合理，波长比较少的。再来我们进行腿下半部这个地方啊，先把它给推开来，这里，这个地方把它给抠出去，抠到后面，然后呢我们可以先把它转动到这个地方，方便我们做一个处理。这里把这个两侧分开，它会组合成一块新的一个裙甲。这个时候呢，我们先把整个下半身转180度，再把这个拉起来之后，后面的裙带也拉开，再把这个地方那个转轴再转180度。说穿了就是把这个裙甲前后对调了，这其实就是这个概念而已。然后呢，这块部件往下压，退回到原。再来下半身腿部的变形呢，可以说非常的精妙。那我这里大概讲几个重点，首先你转的方向呢，一定是把这个球形关节处是朝下。然后腿的话要转到朝这个方向，各位如果你玩过 MP13 的话应该知道，从这个地方到时候是要折上去的。最重要的部分就处理这个脚掌脚底板的部分，脚底板呢将会变成收录音机后方大概这个位置。那这里要怎么做呢？首先呢，你把这块部件给挑开，这块部件一定要挑开，再来的话呢，从这里拉开来，把这一块凸跟这个洞给解开。然后呢，这块面板呢是整个变形里头呢最关键的，你把它稍微推这样就好，斜45度就好了，不要推到底。因为这一块部件呢，如果你不推到这个位置上呢，你推到这个斜45度角的时候呢，它可以进行人变收音机跟收音机变成人都不会妨碍到的一个角度，朝这个角度。接下来的话我们就进行腿部这个变形了啊。首先的话呢，从这个地方把它给翻折开来， OK， 各位可以看到把它翻折开来了。再来的话呢，把这块部件呢往前面翻折，再把它给推到内侧去，各位可以看到吗？它本来是这样子，我先把它恢复成上一动好了。它这个变形真的是很妙，给各位看一下。好，这是它原本腿的一个样子，折上来到这边，这个地方呢把它给翻开，对不对？翻开之后，然后呢把这块部件往前面推，然后这里反折过来，再这样推进去，如此这般啊。这个时候你发现什么？脚掌已经到我说的位置，在后面了。这个时候再把这个脚尖跟脚跟做一个结合啊，这个地方这个变形我真的觉得是非常的妙。然后呢，这个地方关键就是在于这一块部件，这个时候这块部件就再把它给推回到一个整个打平的位置，到这边，然后呢就可以进行一个这个地方侧边这里有凸跟凹的一个结合。好，我的话呢初次玩到的时候呢，觉得这个腿这个地方到底是怎么变的？我每次呢就是要摸一下，那变成功之后也不知道这里到底是怎么变到的啊，就是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奇妙的地方。
后来我就是去看了一下它的一个部件的分配，看到没有？脚掌在这边，脚掌中心、脚尖、脚跟的一个位置。那到这边位置其实很简单啦，因为这个形状拼上去其实还蛮容易理解的。但是关键就是在这一块板子，这个打开之后就是这一块板子。这块板子这个时候它是一个垂直，这样子是90度的，我们要把它给打斜变成45度，这样子45度到这边，它就不会去妨碍到它的其他的变形。再来的话，我们就是这块部件就直接压到底了啊。我们怎么做呢？就是把后面这个地方给打开，看到没有？打开，然后这块部件推过来，然后呢，再利用这个到这边，对不对？利用这块部件，你看又是一个双动关节，再把它给整个推进去，反折进来到这边，然后呢，脚的话呢，就可以这块部件，这个时候就可以完全贴到侧边来了啊。这块部件现在就变成是，它刚本来是在里面，现在是整个翻到外面。那斜45度角的时候就可以不影响我们其他的一个变形，这一点的话真是非常非常的妙。那啊，对了，这个地方脚尖跟脚跟还没合起来，这个地方如果摸透的话呢，你就会发现玩这一款这个玩具的话就像掰这个魔术方块一样，是非常精妙的。那这个时候呢，你这一台收音机呢是一定放不稳的，因为它后面是空的。那它的一个武器的话呢，枪的话呢就达到一个非常强大的功能，两侧呢互换没有关系啊，这个凸就是扣进去，另外一侧一定是有一个洞的，到这边把它给扣进去，然后呢这个地方呢本身还有一个凸跟凹，把它给扣进去，好，压紧，这个时候呢整个一个造型呢就达到了一个稳定的一个状态了，放上去非常的稳固。那刚刚的这个磁带的话呢就是完全可以非常刚刚好的给放进去，我们这一次的话呢放了这个轰隆隆放进去。好的，这一款就非常古典的一个收录音机的就完成了它的一个变形了啊。然后上方有一个 L 是左跟右吧啊，以及上面有一个 Play， 就是一个启动钮、快转钮、倒转钮啊、暂停钮跟这个圈是什么钮我不太记得了啊。然后后面当然是稍微有一点点潦草啊，可能很多人没看过收录音机啊，但是我们那个年代还是看过的，所以侧边来讲也是稍微破碎一点。这边的话应该是一个音量调节器，那上方这个一样啊，是按的时候是没有反应的。那么今天的话呢，就跟各位分享这一款 NA 的声波到这边。整体来说呢，它的一个全身的关节紧实度恰到好处，塑胶的硬度呢也很好，没有特别细小的部件。变形的话呢，尤其是腿部呢，是达到了一个超高水准的演出啊，可以说是让我非常惊叹的一个表现了啊。整体来说呢，它几乎呢，可以说是我认为它是今年我觉得是属于应该也是非常非常前几名的一个好的一个玩具，非常非常的棒。拿来的话呢，做一个给朋友们展示一下，说哎，这里有一个可以变形的机器人呢，你要不要看一下啊？我觉得这一款几分钟之内呢就可以完成一个展示，而且在人形跟这个载具形态的表现的话呢都是非常高水准的。还有一个所谓的一个磁带部队，可以跟它一个互动，然后每个磁带呢又自己可以变形啊，所以是一个非常非常诚意度非常高的一支小队了啊。那今天就跟各位讲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